的舌头吐出来。你不要什么都吐舌头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师啊，猜一猜我是谁？你们跟我们是一起讲的吗？对。今天有哪里不一样啊？剪头发了。是你们在第二频道剪的头发对不对？对。捐给有需要的人，最重要是希望他们可以怎样？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开开心心，张开眼睛。玩具环保成长，开心暖暖惊喜包。这是应该是卫生纸哎。卫生纸暖暖，也太特别了吧。很开心对不对？第一轮一包。我很开心。好啊好啊，跟你们第二次叫张开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你的那个吧？海星，贝壳。我有章鱼吧？名字叫章鱼的，长得像海星的贝壳。牙齿。只要开心就好了。电话。看一下啊。它很软。对啊。好软。对的，看我的，打开的，好，第一个出来了，你的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，跟出来差不多的粉红色贝壳海星章鱼。再打开吧。肯定我就怎样的？小花小花，太阳花，果然是很开心的软软。好像发夹，一二三，噔噔，我要派大星了。什么东西？它长得像派大星的瓜牛吗？鱼，天上弄的白鱼啊。哦，然后它下雨了。粉红雨吗？应该是吧。我闻到味道，我这是有面包味，我这里就面包味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拜拜。哦，蝴蝶。哇，蝴蝶小姐。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。这个做的好精致哦。好像是翅膀哎。你看它这边还有耳机耶。蝴蝶，这是真美丽。这个装饰做的好特别哦。而且每一个都爱笑。哇。哇。哇，双胞胎，真的。出现了。双胞胎，我才是本尊，你是谁？我是本尊，我是新来的。看得出来哪一个是你吗？好，你是我叔叔吗？你是几个了？四、六个了，还要继续开心吗？呀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冰糖，地上有啊，这个哇，而且在墨镜呢，这一副有脑，好时尚。都戴墨镜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一个海星拿着 iPhone 啊，这一箱总共有24包，我们开到天亮吧。哇，好漂亮。一只不同的蝴蝶，哦，又是蝴蝶。对，它头上有耳机的。你好，你好，蝴蝶。那怎么办？你要小花。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啊，对，你两个一起来，我受不了了。啊，我被吸干了，我被吸干了。啊，我们欢迎黄米。还在吐出来。哈哈哈！我的方便拿走，不要吐给我吃进去，这太可怕了。我也没想到。什么东西？对，有两个刚刚好可以吃，哇，这个画面好漂亮啊！我来把我的舌头吐出来。你不要什么都吐出来好不好？大快乐！哇，一样哦，这是猫咪啊，我以为就做一样哎。那黄莺吧，还是猫咪？猫啊，猫。那我是猫字嘛？我第一次看到戴眼镜的猫咪。这是贵妇猫咪，机器，啊，你好乖。好像是抽奖啊！抽奖吧。出来了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糟了，地图，地图和冰淇淋，好可爱啊！你竟然一直舔我，看我长得像什么吗？冰淇淋，小花，下次捡到你了，打到就朋友啦。我想他应该是点点点，你是点点点感应器吗？哦，不是，是什么？这个，两朵花语呢，很疗愈哦。绿色白鱼，噔噔，哦，变黑的样子。吃太多糖果的牙齿就是这样子哦。我们比赛，看谁抽到白色的牙齿就赢了。哇，一个宝石，金丝珍宝珠吧？不是，彩虹。好大彩虹。Hello。啊，讲错讲错。啊。蛋糕，蜜蜂。刚刚好哎，蜜蜂吃蛋糕，最后两包了。看谁会拿到最后的白牙齿哦，搞不好根本就没有哎。开吧。白牙齿，哪有白牙齿？我这一下没有白牙齿。哇，我全都吐完了。好，都可以放床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开不开心的？开心。你在这帮我们留言、订阅、下头。大风吹，吹什么？吹绿色蛋糕。我找到了。好，找到了。我也找到了，绿色蛋糕。甜甜甜。